主的话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奥秘，我们活着这个奥秘，我们在那里过每日的生活，很多东西我们很难明白。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倾向用我们可以把握的东西去了解，很难避免。犹太人都是，犹太人是一个很宗教的民族，天主跟他们的关系很密切。那天主将在埃及受苦的这班以色列人带出来，由梅瑟做领导。那梅瑟就是天主跟他们之间的一个联系，好像天主的临在那样。那怎知天主就叫了梅瑟上去山上，很久很久都不来，不安乐，不舒服，不知道，都不明白为什么。那天主跟他们这么密切的关系现在好像离开了，是不是天主不理他们呢？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们卒之用自己的方法解决，找些他们可以自己明白的东西，弄一只金牛。因为金牛是他们自己做的，是他们可以明白，是时时都在这里。这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天主。天主当然生气了，他们不清楚自己究竟要信什么东西。去到在新约，耶稣来代表了天主与人同在，拉近人和天主的关系。本来是一件喜讯，但是犹太人在这个耶稣身上又真的有很多东西不明白。他们是期待着麦西亚，这个麦西亚的期待对整个犹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重心。耶稣的而且确有很多东西是令人惊讶，哇，他医病驱魔，讲的东西有权威，真的好像是他们要期待的麦西亚那样。不过犹太人很重视的安息日，他竟然不守，一次又一次都是这样。你什么神迹都好，怎样可以跟一个不守法，不守犹太人很重视的法律，这个这样的问题能够摆得在一起呢？没办法明白。他们都是倾向用那些比较稳阵的方式来去处理。稳阵的方式就是法律，我们祖先一路以来给我这个法律是可以判断什么叫正直正义的人的，这个是他们可以明白的。他用这个他们可以明白的框架来去看耶稣，耶稣不合格了，他们一定不是麦西亚。耶稣到了我们今天，现在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不可以开弥撒，没得领圣体，真的很难明白天主跟我们一起应该会这样的呢。这样圣体是耶稣来的嘛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领圣体？领圣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 的防疫的准备，清洁的手啊，很多这些戴口罩，很多这些问题啊。耶稣真实临在圣体上，领受耶稣的怎会病的呢？耶稣是圣体，是天主真实的临在，怎可能会令到我们会病的呢？即是这个都为很多教友都产生了一个冲击。其实圣体圣事真的很难明白，又是你一个奥迹来，很难明白。总之我们只知道这个是饼是酒，然后耶稣说这个就是我的身体，这两样东西怎么摆在一起，是很难明白的东西来的。我相信早期的门徒可能都不太明白，到后来有机会在中世纪做神学，那些神学家满腹经纶，想很多东西，希望找到一个办法讲得明白。因为不只是他们的问题，你都要传教的嘛。你传教的时候告诉人听，你怎么跟人讲，又是饼又是酒又是耶稣，你怎么将这样东西捞在一起，用自己的方法，就是我们人想到的东西。那时候他们最厉害的工具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，于是搬出实体论出来，那个是实体，现在转了，转了做耶稣。
咁但當然咧，佢哋要知道啊，佢哋都好明嘅。你望落去嗰啲係餅同埋酒嚟噶嘛，你唔可以否定呢個事實嘅喎。咁所以只係個實體轉變咗，啊嗰啲外表嘅嘢咧，依然咧都仲係餅同埋酒咁嘅咁。咁即係企圖保留翻兩方面啦，一方面肯定係耶穌，另一方面咧你望落去啊，咬落去都仲係餅嘅味、酒嘅味。我哋教會好聰明，都知道咧唔容易解釋嘅呢啲嘢。所以稱為信德的奧跡，每次彌撒提醒你，這個是信德的奧跡。到了今天，我們面對這些衝擊，我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這些事，我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開彌撒，我們用我們的方法去解釋，喂，那個是耶穌來的，領受耶穌為什麼會有病？不會啊，忘記了那個還有餅酒的面，咁佢仲係餅，仲係酒嗰面，咁又點睇？會唔會就係因為佢仲係餅，仲係酒，仲有呢啲咁樣嘅物質嘅嘢，嗰度可以出事咧？咁好啦，到最後我哋值得去問：我哋信聖體裏邊嗰個係耶穌，係真實嘅耶穌。嗰、那個信德嘅內容啊，究竟係咪相信領咗聖體唔會病？呢、這個係咪我哋信德嘅內容？亦或？或者我哋相信聖體係一個愛德嘅聖事，代表咗我哋喺主內嘅團結合一咧，代表咗天主無論喺乜嘢處境當中與我哋同在，代表咗耶穌同我哋講嘅呢個我要俾你嘅係生命之糧，為生活去永遠講緊嘅係永生咧。今日值得我哋再一次去反省我哋嘅信仰。我哋而家唔開得彌撒，咁亦都有好多人問：喂，我哋講信德噶嘛，要信天主，咁點解我哋唔開彌撒咧？點解我哋唔信天主同我哋同在咧？咁咁係咪我哋唔夠信德，所以我哋而家停曬啲彌撒咧？咁樣咁亦都有人有呢啲聲音喺教會裏邊啊，因為我哋唔夠信德，所以我哋要停曬啲彌撒。咁如果調翻轉頭講，有信德，我哋係咪乜都唔驚嘅咧？咁樣？而家意大利啊，天主教國家啊，好多神父有病死咗，係咪佢哋唔夠信德咧？還是我哋要睇另一面？如果有信德嘅話，係咪表示嗰啲神父可以唔戴口罩，冇任何防禦裝備，可以就咁行入去重症嘅肺炎病房都冇事咧？咁咁係咪就叫信德嘅體現咧？咁樣，亦還是呢兩日新聞啊？有個意大利神父，他都染了病，教區為他買了一部呼吸機，但是他不要，他給了另一個年輕人，素未謀面的年輕人給他用，結果他自己死了。那很多人讚賞他，會不會我們信德的內容不是因為我們有信德所以我們就不會病，會不會更重要的我們的信德的真正的內容是無論我們在什麼處境，即使我們有病，那個病的處境都可以是我們接觸到天主的愛，都可以是我們體會救恩的機會，得到希望的機會呢？哪樣才是我們信德真正的內容呢？在我們今天教會生活面對那麼多衝擊的時候，值得我們一再反思，我們信德真正的內涵是什麼，值得我們一再去更新我哋信仰嘅內容。因为我们在今日疫情严峻的情况当中，继续为教会、为社会的需要祷告。为了今天因瘟疫带来的痛苦，让我们求主垂怜，使众人能恢复和谐，
与一切受造之物和平共存，更求主给我们再造一颗珍惜万物之心，好能忠诚履行所托照管之职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为所有的病人及他们的家属，我们求主施展大能，因此他们身心痊愈，能参与耶稣基督有苦难仲有新生命的奥迹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整个城市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，各尽其职，求主并求主支援前线医护人员、社工及教育工作者，特别照顾那些缺乏资源来保障健康的弱势人士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求主赐给所有基督徒坚强的信德，在恐惧与不安的困境中继续履行天主给予我们的使命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求天主为全人类降下恩宠和祝福，驱除一切凶恶，好使我们早日脱离逆境，以更新的心感恩赞颂。为此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。全能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你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就求你在我们遇到挑战、困难、焦虑当中继续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体会来自你的安慰和支持。我们感求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